你问我一个人做运动 dry 唔 dry？ dry 噶，所以我要 keep 住补充水分咯。专家话大约每10至15分钟就要补充150至200毫升嘅水分。所以参加咗 1-2-3 Fit Together 大挑战嘅队伍，你哋要记住啊 ，1-2-3 Fit Together。